结石，追。别放儿子。结石废了。哇，惨叫的，还敢修？哎呀，这个叫我回来，发现这个仙子是不要命了吧？这是。
饭。把那个狗贼淘汰了先。不动门了。还是我自己的，看见他了。接着刚才他跑，不着急他。在这里啊，慢了一步，无所谓了。
OK， 这边要拦住这个先知啊，如果没拦住的话就没了。可以拦住了。炸鸡可以了。歪了，跟他卡了我一下。
哇，大哥！
突然发现 VIP 没必要挂在里面，因为他一定会被救走。二挂再考虑吧。别打！干嘛要贪？贪一次最好。机挺不错的，可以了，可以开局拉锯。
我了，被投了。救了。炸点了，是谁啊？这个传说我今天非要把它给弄断，太烦了，快弄不了了，跑了。好了，算了吧，应该是能赢的。还有娃娃，没有了，是假的。垃圾去了，他们现在不敢去拎鸡。看见在窗户那边，先不管，看有没有人修。小丑怎么这么菜呀？
我下船看见一个结石在跑。好吧，并没有。倒是看见一个空姐在修电机。那给个面子啊。哎，这个屎怎么回事？放不出来。只能说让你们修个电机比登天还难。这就没办法了，这是没办法了，这插机在那边皮，那就莫得计较了。你老老实实修其他的安全电机不就行了吗？我又不缺你的呗。机械师救了。来，动换手机，看能不能欧一把。回去了。用啊，二挂了。他可能要被锁死了。空姐呢？偷了个鸟就不来。哎，这个屎为什么都没踩中啊？是咋回事？这个就不行了。二挂的空姐。确实救不了。结石修不动啊，结石该过来。
不要。看见他们两个了，快过去！两个人在摸呢，朝上。一、二，退走，走。哎，吐着了的话，再下去把空姐带走就没事了。投了就没了，投了。还有人在船上，已经开始修了，不知道是谁，八成空姐。哎，这个判定居然倒到了失败。夜师傅从哪边来？我感觉双十一啊，双十一没耳鸣呢。可以的，你们这是打团。这就摸好了，好快啊！
要打压迫了。就要跑脚印了，他起不来，他差点烧儿子没了，太久了。直接转点，亏了，这一波亏了。还好，这怎么回事？看能不能殴一下。
说他刚才卡不卡都不都死了，我这边闪现没用了，我就假装自己把闪现用了吧。不手了，救不到呀！拆个结石，考虑一下。良心啊，良心车。